方面我们是有什么六大营养素，碳水化合物、淀粉、油、油有面筋的蛋白质，但是不够。那吃方便面有鸡蛋加个鸡蛋，没鸡蛋加个火腿肠什么加点肉，蛋白质是可以补充。有个小菜包呢也不够，所以你吃方便面吃个黄瓜，吃个西红柿啊，吃点水果呀、啊。所以说没有垃圾食品，只有垃圾吃法，合理的选择搭配是。